压缩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练习。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随时注意身体的状况，你可以自己决定动作要做的多大多小，速度也是由自己来调整。除了注意身体之外呢，我们要留意一下我们的呼吸，尽量保持顺畅的呼吸，不要憋气。我们把专注力回到自己，回到我们的身体，打开瑜伽垫，我们一起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练习，我们利用瑜伽的动作来拉筋伸展一下我们的筋骨。那如果有一些动作你觉得做起来有一点挑战的话，动作可以缩小一点点，有感觉到我们的腿，有感觉到我们的身体在伸展就可以了。我们从简单的暖身开始吧。当双脚打开来与臀部同宽，两只手来到大腿的两侧，吸口气，手臂往上，吐气，双手放下来。我们再做几个，向上提，向下放，带上一点点的胸口，微微的抬头和低头。下一次吐气，我们将膝盖弯曲，臀部向后来到椅式，吸气往上，吐气往下。最后一趟，让身体停留在椅式的位置，将臀部再往后送，我们把脚趾头稍微的勾起来。再一个吸气，吐气，让身体轻轻的放下来，将两只脚轮流弯曲伸直，左右动一动，我们来到第一个前弯。你可以感觉一下你的双手，如果现在没有办法碰到地板的话，扶着双脚也可以。将脚保持弯曲的，手从旁边打开来，我们往上，我们做流动的吐气，经过刚才的仪式，让身体前弯下来，吸气往上提，吐气前弯。我们再做两个，向上向下，最后一回向上提，向下放。我们让身体停留在底下，将你的脚尖脚跟慢慢的向外打开来，膝盖可以先保持弯曲，你确认一下双脚的位置都摆好了，再把脚伸直，让背再放松，让身体再向前一点点，感觉我们的臀部往上提高，上半身尽量放松，不要用力。我们让双脚弯曲一点点，抬头稍微吸口气，吐气，再把脚伸直，再次弯曲膝盖，双脚伸直。我们做最后一个，脚弯曲，吐气，脚伸直，让身体向右边扭转过来，把左膝盖轻轻的跪下来，右脚也向后，我们来到婴儿式，臀部稍微向后，将两只手打开一点点，比肩膀还要宽，手掌心撑开来，在这里我们做身体的向前移动和向后，移动我们的髋关节往前推，再往后。如果你想要做更多的话，可以加上我们的小腿稍微勾起，再向后。这个动作呢，可以伸展我们的背部的肌肉，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脊椎两旁的肌肉很紧绷的话，你也可以利用这个动作让身体放松一点点。觉得双脚勾起太多的话，脚背小腿可以放下来，只做身体就好。我们再做两个，向前向后，向前向后，将双脚的脚趾头踩一下，我们来到下犬式，两只脚在这里停留，膝盖弯曲一点点，抬头吐气，双脚伸直，眼睛的视线看到脚的中间，
吸口气，双脚弯曲，吐气，脚伸直。我们做最后一个，弯曲，伸直，将两只脚慢慢走进来，靠近你的双手。脚弯曲，手从旁边打开来，我们向上，合掌来到胸前。调整一下站姿，稍微向前，我们做两个拜日式，手臂往上提到最高，吐气前弯，手掌心撑好地板了，双脚大步向后，重心向前，来到双手在这里稍微停留一下，肩膀远离我们的耳朵，脚跟再向前送，留意一下我们的髋关节也会跟着一起往前推，膝盖可以落下，手弯曲，身体落下，往上提高，我们吸气，吐气，脚伸直，右脚离地，大步向前，左脚也踩进来，打开双手，合掌吐气，再试一个，到最高，吐气前弯。膝盖可以弯弯的，没有关系。首先扶好，双脚大步往后，重心往前送，身体落下，往上提高，双脚踩下犬，左脚离地，大步往前，右脚踩进来，打开手臂，我们往上，合掌，来到胸前。我们做第一个金字塔的伸展，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大概距离两个脚掌左右，背先往上提高了，吐一口气，右膝盖可以弯曲，让身体慢慢的溜下来，两只手呢放在地板上，或者是扶着你的右脚都行，将右膝盖弯曲伸直，稍微活动一下下，来到你今天可以的最多，把我们的右脚伸到最直，再让身体靠近我们的右脚多一些些，再一个吸气，吐气，脚弯曲，让双手往前走，两只手跟你的脚大概是距离一个自己的手掌，让重心稍微向前，先把左脚往上离开地板了，稳定之后，再把大腿向上提高，小腿伸直。还有更多空间的人，可以把底下的右脚也伸直，让身体靠近脚多一点点。一样，如果在这里你觉得太紧绷了，膝盖随时都可以弯曲。我们自己调整，自己选择要做的多或是少。吐一口气咯，脚弯曲，把左脚踩进来，首先找到大腿，再让身体推起来，准备相反边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往上提高，吐气，身体向前，先轻松的活动一下你的左脚，弯曲伸直，轻轻的动一动，一样来到今天的最多停留，所以如果你的膝盖弯曲，你已经有感觉到腿后侧在伸展的话，那就停留在这里就好。记得如果在伸展拉筋的时候你出现憋气的状况，有可能是表示身体的位置做得太多太大的关系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你一旦憋气了，身体会更加的紧绷，所以除了要注意身体呢，也要留意我们的呼吸哦。来吐一口气，脚弯曲，手向前，不着急，先稳定了，脚抬起来不会摇摇晃晃了，再把大腿向上，还有空间，再把小腿伸直，将身体靠近底下的脚。停留在这里，如果你觉得还有空间的话，你也可以小小的让脚做往上抬的动作，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太多。好，慢慢的把脚弯曲咯，脚轻轻的踩下来，
让身体停留在这里，两只手往后抓到你的小腿，背放松，双脚做弯曲和伸直。没有办法靠近脚这么多的话，远离一点点，来到大腿的上方做弯曲和伸直也可以。我们在这里做三个深呼吸，吸气是弯曲膝盖，吐气是脚伸直，随时调整你的身体的位置。再一个，吸气，吐气，将两只脚弯曲，手轻轻地找到地板。我们经过跪姿，让身体坐下来，两只脚打开来，在你现在的最宽，双脚放松，晃一晃，摇一摇，脚踝轻轻地绕一绕，动一动。如果刚才呢，你的身体埋在底下太久，你觉得有一点点鼻塞或是头晕晕的人，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让身体，让我们的呼吸稍微再调整一下。好，将双脚勾好咯，两只手向前走，走到不能再走了就停留。所以如果只有两步的话，你可以让手放在小腿的上面，让身体放松，头稍微低低的。还有更多空间的人，让身体来到地板，你可以让双手交叠，把额头轻轻地放在手的上面，或者是让身体趴下来，让胸口去靠近地板。不管我们的身体是多高还是多低，留意一下这个脚，脚趾头都要勾着朝着上面，不能往前倒哦。我们再做一个深呼吸，慢慢的吐气，让身体回来。先把右脚收进来，右边的臀部做好了，左手放大腿，右手向上提，让身体向左侧，固定好右边的臀部了，再把右手向后绕，我们再做两圈，向上，向后，再一个，让身体慢慢的带回来。我们在这里交换脚，臀部先做好了，手臂往上提，身体再向右，重点是左边的屁股，所以身体不用来到靠近脚很多也没有关系。活动一下我们的手，向后，向前，再两圈，我们的手带着身体一起回来，将右脚也收进来，双手向前抱住自己，深呼吸往上提高，吐气打开双手，微微的低头，再一次环抱自己，向上提高，吐气低头，让手回到大腿的上方，手握拳，吸口气，打开手掌。今天的练习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才的练习，身体的状况感觉如何呢？有一些动作可能不太熟悉，或是做起来有点点挑战，不用紧张，不要着急，我们慢慢的练习，一定会越来越进步的。身体也是一样，多给他一点点时间，多做一点运动，做一点点深呼吸，相信也会越来越健康的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